可别说名字啊。我像私生0006，真做作。看老六，对吧？六，今天吃的非常丰盛，非常还行吧。好帅啊，石凯，你真的现在变很帅。这是我们，这就是我们，我有点爱了。基本早餐，有点爱了。Cool。我在追星哎，拜拜。我好像私生。天哪，这个舞台真的绝绝子，我真的是，就是这个舞台是个山水之间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006，老六。跟这个摄像头对视，就车车来了，毛茸茸的车车。如果没有人在的情况下，我应该会开直播上链接卖我店里的衣服。可别说名字啊！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深色纹套鞋，还有裤子结、肚子结、裤子结。我很时尚，其实自己定位不太清晰。什么意思啊？是时装周。哇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酷，这个太那啥了。没有一个玩家就是过来把这个拿掉。我觉得要玩周，你还得是你吧。这个真的很好看，哇塞，黑吐司，老六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海底球。他真的很 happy， 他真的好开心啊！他真的很好玩，如果把它放，他就飞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有没有能控球啊？嗯，应该是有人可以的，但是我们控他吗？我今天就让他盘着。嗯。不是有遥控器吗？我今天白敬亭本来身上就有几个球，然后按了一下我自己手里的，把他给按开始了。哇、哦、哇，石凯可以啊！哇，石凯可以啊！我们好多同事都是成的。哇，石凯是唯一做成的人哎！哇，好炫酷！天哪！哇塞，石凯真的可以，我想试一下。来，你翻换一个方向，因为它这样会吸到，因为它的风是往上的，这样的。拜！我真的会写，他却弄的就因为他的手大一点，为什么你感觉很狼狈？我不会歪嘴，因为石凯总会歪嘴。我不会，但我玩不出来。我们来说一下，来明明来，来新肚子，新肚子，往左。再来一次，真做作！我没有，我很自然啊。再来一次，再来。嘟嘴。能不能录？有没有人看？挂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有人能看我肚子不笑吗？我忍不住，我可以闭眼吗？好，你先来嘟嘴。录不了了，别录。快点，快点教我。嘟嘴。嘟嘴。左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学会了。一天一个小 tips， 让你能够更幽默。回去对着镜子都在练习了。早上起来6点开始练，就是早功，说早功。嘟嘴，用你的上嘴唇碰鼻子。歪。哈哈哈哈哈！回收原版啊。要配上邵明明的手势。真的，老铁你真的牛！再见 bro， 上课去了。石老师，上班了，营业。